观众朋友大家好啊，今天节目一开始先给您说段故事。话说在洪泽湖畔有这么一个千年古镇叫蒋坝镇啊，想当年呐，秦始皇广游天下就走到这儿了，连年灾荒，老百姓没吃没喝啊，御厨就着急，说怎么招待这皇上啊。啊，想来想去，皇上爱吃鱼，好在洪泽湖里有的是鱼，可是给皇上做鱼啊，那不能随便做，你比如给做鱼汤，皇上就忌讳，说要把我下汤锅呀，做鱼段皇上不行，要把我碎尸万段呢，怎么做都不合适啊。这厨师急的围着这锅台转呢，看着案子上这鱼，就跟这鱼发脾气，拿着这刀背啊，一个劲儿拍这鱼。就在这时候，圣旨到了，什么圣旨？让他赶快给上菜。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且听下回分解。闲言少叙，今天呢，先请铁钢师傅给大家做一道跟鱼有关的美食。随着秋天的到来，一年到头从不断市的鲈鱼也已经迈入了秋肥的大好时节，所以今天铁钢师傅要教大家制作一道开胃又爽口的酸汤鱼圆。需要准备的主料有鲈鱼、北豆腐，辅料有豆芽、魔芋丝、小红椒，调料有柠檬、鸡蛋、紫苏、番茄酱、蒜末等。咱们先要做什么？哎，咱们呀，先来把汤做上。加油啊、哦！好，我们呢把姜放下去。好，蒜。哦，姜末、蒜末。来。哎。然后呢，放一点小红椒。那是什么辣酱啊？哎，番茄酱。哦，番茄酱。嗯。我们番茄酱。要这个番茄的味道和色泽。没错。是吧？对。哎，番茄酱呢，我们一定呢要给它炒透啊。哦，如果炒不透的话，这个番茄的味道不能完全的啊挥发出来。没错，吃起来就没有那么浓郁的香气。哎、炒透了呢，然后我们就加水。嘿，红汤。好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关成小火啊，慢慢的要靠和一下。对，然后呢，稍微的加入一点盐，大概呢2克左右。糖，因为呢我们加入了番茄酱，所以呢糖呢要多一点，加个5-6克吧。然后呢，扔里几片紫苏，苏子叶。哎，好，下面呢我们就来处理这个鱼肉，把这个鱼肉呢给它呢改的小一点。嘿，这鲈鱼啊就是嫩，是吧？嗯，你看都是肉，没错，没有刺儿，而且这个鲈鱼啊，因为它鲜嫩，所以下锅一见热它基本就熟了。来，我们呢给它放在啊打碎机里，然后呢再来半块豆腐。点豆腐啊，来，我们今天呢吃的是鱼丸，所以呢豆腐呢跟这个哎跟鱼呢基本上呢2:1是最合适，2:1就是2份鱼、1份豆腐。哎，对，是吧？然后呢稍微的加入一点紫苏。哦，这也放紫苏。哎，然后呢，还有柠檬的事呢。来一点儿。您说了一半是柠檬皮，是柠檬籽。柠檬皮。哦，这样呢，让它呢去腥。这个柠檬皮把它切一切，切一切，不然的话里边它不容易打得那么碎。对。柠檬皮加进去以后，这个味道就很独特。哎，嗯，好，然后呢，加入盐。哦。2克，少来一点糖，少来一点胡椒粉，再来一个鸡蛋。我们为了增加它的胶性呢，稍微的加一点点生粉啊，这可不能加太多了。现在这个啊，它方便多了，有这种叫什么？这叫粉碎机，叫哎，打碎机，打碎机。然后呢，我们用筷子稍微的给它翻一翻，翻一翻，因为它不能加那么多的水，所以有的地方呢它打不到，所以要翻一翻，搅一搅啊。哎，好，我们给它，哎，它盛出来是吧？没错，哎。您看看啊，您闻闻，嗯，这个香味啊，对，特别是那柠檬皮的香味，哎、你别看那么点柠檬皮在里很起作用。对，现在这个汤呢，您看没有，已经渐浓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把魔芋丝，哎，放进去，放一点
豆芽，豆芽，黄豆芽，哎，绿豆芽也可以，没错。嗯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呢就给它改成中火，走，是不是现在要往里边挤丸子了？哎，对喽、哦，那您离这灶台近点，哎。哎，您一挤丸子，我又想起刚才我没讲完那半截故事啊。这厨师着急呀、啊，着急，冲着这鱼发脾气，拿着这刀背冲着这鱼就一通乱剁乱砍。这时候圣旨到了，干嘛？让他赶紧上菜。你说这不要命吗？这不，这厨师啊也急得没办法，就把这个已经剁烂的这鱼啊就抓起来在手里。您现在用勺子哈，哎，那会儿厨师也没这个不锈钢的勺，就拿手就往这锅里挤这丸子，一挤就进去就飘起来了啊，雪白雪白的。厨师这么一尝，哎，味儿还不错，干脆就这么上吧，这丸子就上去了啊。上去厨师后边就哆嗦，为什么呢？皇上万一哪口吃的不对付，我就玩完了，是吧？一会儿圣旨又下来了，问这御厨这道菜叫什么名字。御厨一看，这叫什么？这不是丸子吗？没错啊，但是不能说呀。嗯，丸这谐音玩丸，那皇上能干吗？一看圆的就叫鱼圆吧。啊，秦始皇一吃，好啊，朕与天下人大团圆。这道美食好听、好看也好吃，啊，真乃天下第一美食也。从此这蒋坝镇就多了一道名菜哦，那就是酸汤鱼圆。嘿，哎。你看到没有？而且非常的鲜嫩，对，而且营养非常丰富。嗯，您像鱼的营养，豆腐的营养，对，是吧？好，等这个鱼丸呢，哎，养熟以后，我们呢再来一点点柠檬。哎，这您来吧，我来啊。哎，我手劲儿大，您知道是吧？对啊，挤走，这您别怕，籽儿掉了也没关系。这柠檬的香气呀、啊，哎呀，嘿，好了，好，我们关火，关火，鱼圆滑嫩，酸汤开胃爽口，这道酸汤鱼圆就大功告成了。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它的做法。第一，热锅凉油，放入姜末、蒜末、小红椒和番茄酱，把番茄酱炒透炒香，然后加入水，转小火，放入盐、糖、紫苏叶，慢慢煮制。第二，鲈鱼和北豆腐切丁，按照2:1的比例放入搅拌机中，然后分别加入紫苏叶、柠檬皮、盐、糖、胡椒粉、鸡蛋、生粉，一起搅拌成蓉状。第三，锅开之后放入魔芋丝和豆芽，转成中火，把鱼圆挤到锅中，临出锅前挤少许的柠檬汁即可。我想啊，这道美食您做好了，端上餐桌，在家人吃的时候，您一定给他讲我给您讲的那段秦始皇的故事。嗯，您想他一边吃这鱼圆，嗯，一边听着秦始皇的故事，啊，想着蒋坝镇，啊，想着洪泽湖，嗯，那肯定，这味道就不一样了。越吃越开心。好，欢迎大家通过微博，把您做这道鱼圆家人的反响告诉我们。天天饮食，咱们明天再见。再见。